越来越喜欢林彦俊了。嗯，那就去听林彦俊的新歌。我就跟你说，因为你找不到男朋友，你会怎么回应？因为我找不到男朋友，吓死我！有时候我找不到男朋友，我想说我要男朋友干嘛？因为我找不到男朋友，没关系，那就找我就好了。